我们的仁医会啦，昨天呐、聚聚一堂，在会客室里，我很感恩，跟全球的医师互相分享的重点都是如数。所有的医师呢，大家都是呢，这认同如数才是守护生命的健康。所以医师们呐、都在分享着他们如何推术。推术啦，就是最根本的身体健康，我们的思想方向正确，那就是慧命增长。所以我们呢，应该要好好的保护身体，能生活，能体悟人间的真谛，利用这个辛苦啦来增长，不吃众生肉，顾好身体，不要被感染，所以人人都会平安。